4:35，接单请了。系好安全带，看我不的要口疲劳碑驾值，驶，注意昨行车天安全。是一为百了二十更五好分驾的驶，服务分行车吧，开始后平台将然自动后开是昨启，天下午请注变意的，保护。变到亲了爱的师傅，261的口气碑温逐值。渐升高，持续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今天这天是要热死人的节奏呀！以前4点半左右出门都凉飕飕的，今天真的太热了，我都出汗了。今天坐这儿不动都出汗。跟蒸包子似的，感觉全是热气。走吧，这一单派的，这一单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北京人家这个二波子这里有一个小区，这是我跑滴滴以来第一次给我派到这个小区门口。这个小区，让我就是有一个记忆吧，就是我是08年的时候来的北京，天哪，一眨眼都12年了，真是这个岁月是把杀猪刀呀！接到，请我持续单。当时来北京以后，然后有一个就是男孩就追我嘛，也算是我的初恋嘛，就这小区里头的，这还有一个拉面馆，当时还好像在这儿吃过那个烤串儿。这个视频不能让我老公看到哈，这一段儿，其实也没什么，谁的青春里头没有一个记忆啊？是不是？当时年龄小，当时，反正人家一追我，我就挺害怕的。接人了，接人了，不讲了。今天正好给派到这里了，就，哎呀，觉得真是，因为我来北京时间，也算挺长的吧，我十几岁就来了，08年的时候来的，那时候小区不让进呀。好嘞，好，好，要扫健康宝。这个乘客让进小区里头，定位在小区里头呢，他这个门口保安让扫一下健康码。就是突然走到这儿了，就想起来了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刚来北京嘛，对，就是第一次去一个地方，那种记忆比较深刻吧。好了，接乘客了哈，到家了，给大家看看我今天跑了多少钱哈。今天一共跑了4.6个小时，12单，正好320块钱。这个口碑值，我现在不知道它这个是什么规律。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261.82，现在变成了261.9，怎么涨呢？我都不知道。爱怎么涨就怎么涨吧，到点回家就行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哈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